grows in detail. Think of a big work, but it's made up of details, thousands of details. When you see the Sistine Chapel, you see a big, beautiful picture, but for him, there are millions of details, and the work grows in every little detail. Every time I work on, when I play sonata, I see so many details comes alive, or see differently, or I realize what I was doing was wrong. So constantly I'm correcting myself. So it's kind of way of growing, I suppose, getting closer, getting more right way of looking at the work. So it keeps changing. Compared to 3 years ago, I guess I'm 3 years older. 跟三年前比的话，就是白话，是就增长了三岁。但是我刚刚他讲的话，我觉得非常的感人，也非常正确。就是他说，这个艺术的成长是成长在细节里面。哦，那他刚刚举的这个例子也很好，就是米开朗基罗的那个，就是梵蒂冈西斯汀教堂。我们看西斯汀教堂，比如你看那个照片，或者你到那边去看，就看那个壁画很大，或者怎么样。但是这一个画，当真仔细去看的话，那是成千上万，它刚刚就百万计的细节。以前看贝多芬弹这个曲子，我们说一个奏鸣曲的精神啊、表现啊，它有一个大方向什么。但是就是你随着经验，你越了解这个曲子的时候，他就看到越来越多的细节。他看这些作品的时候，但是不止贝多芬的作品，他就看到每个这个小细节，然后从小细节里面，他说艺术成熟从这个细节里面，他看出这些小细节的意义。那这些小细节、细节会造成你的思考上的改变。所以透过这些对于细节的认识，白老师说他就不断的去更正自己。哦，我应该说是日新又新啊。其实我2017年听他弹的那套就是现场的贝多芬。技术非常精湛，但是很多诠释已经跟他录音的那套全集有很多都不同了。那我当时觉得是弹得更好，所以我现在是万分期待这个明天的这个演出哦。I think without Corona, I feel maybe there is a change in my life. Now I would like to play less.And maybe teach, you know, and do more chamber music. So it will be different than before. I mean, before it was just a recital concerto and traveling all the time. In some way trying to prove myself, I don't feel that anymore.I feel more peace with music. It's true. Yeah. 哦，他就说这个疫情当然是造成非常多的这个改变。我真的，我印象最开始翻嘛，他就说，但是呢，这段时间这种，就本来白老师这个行程非常忙碌，然后不同的这个就要很多很多旅行，然后就是弹独奏会、弹协奏曲或者这样的曲目，就是这样准备。但是呢，因为这个疫情，等于说可以静下心来这样子，那静下心来就是，哎，他觉得跟自己相处就是更能有这种平和的感觉。那就是以前那么多的演奏会，就是他觉得说，就是都在谈这些。然后现在经过这一年，他觉得说，哎，其实我可以不用谈那么多音乐会，然后或许我可以更谈一些室内乐的演出，然后或许我也可以从事一些教学。那这个教学其实跟他在刚才讲的那段话，我觉得非常精彩，就是有关系的。他就说，当这一年在欧洲、美国还是有所谓音乐会，就是线上音乐会，
他说可能现在大家也开始慢慢就依赖这些视讯的教学、视讯的这些音乐会或怎么样，但是他说对于演奏家来讲，同样的使命还是在舞台上面。那这舞台上面不是说享受掌声啊或什么，而是说这舞台上面是演奏音乐，然后就是台上的演奏家跟台下的观众们这种直接的交流，透过音乐这种情感的交流。他说这个是不能被取代的。然后经过这一年呢，他说可能吧，因为面对面的交流少，所以可能我们的朋友变少，但是能够留下来的会真正的朋友。我觉得这真是一个很大的改变，因为他几乎不教学生的。对，我邀请他好几次演奏室内乐，然后哎，是不是有一次得逞啊？是，跟演奏团员也很不容易，因为他对于音乐的要求很多哈。然后其实演奏室内乐，你必须是跟你实力相当的人，才能够迸发出更好的那个音乐的火花，所以这个也真不容易。不过他如果愿意，我又开始蠢动了。未来我也希望白大师能够再来，除了演奏以外，也能够教学，在台中做一些大师班，或做个待比较长的时间，做个室内乐。